一件一件关于阿里山小火车的作品，全出自国小学童。我旁边画了一些藤蔓，因为我树画不上去，所以我就用藤蔓代表树，具有环保意义。临铁主题式教学执行两年时间，在阿里山铁路沿线十二所国小落地生根。而其中一件作品，他的爸爸更担任小火车司机员工作。就是爸爸就是开阿里山小火车，然后他只要回家的话，他就会跟我分享说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就会小时候就跟我讲说一些关于阿里山的历史或故事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有趣。教育是百年的大计，可是阿里山文化是国人的共同的记忆，然后对我们很大的挑战是要怎么样让在地的小朋友，尤其我们嘉义县嘉义市全部的小朋友可以来认识它。阿里山林业铁路穿越百年，拥有多元丰富的历史文化，用最美的回忆深耕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中。大新闻邱慧玲、陈柏洲嘉义报道。